请大家多多指教，谢谢。对，然后すいません。然后我在日本现在正在主持旅游节目，就是为了推广日本各地好玩的地方。在虽然说在台湾没有办法看到，不过在 YouTube 是可以首播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看。然后在中国也可以看得到。ゆうちゃんはとても日本語が上手なんですが、どれぐらい勉強してますか？ゆうちゃんは他的日文非常的精彩、非常的厉害哦。不知道他学了多少？我们来问问看。我学了三年ぐらい。三年でこんなに上手になるなんて素晴らしいで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非常的厉害哦。他在学了三年就可以讲得这么好。皆さんの中で日本語を勉強したことある人は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请问这大家有学过日文的，请举手一下。有学过日文的举手。有学过日文的会日文的举手一下。等一下我们会有那个就是问答，如果答对的话有奖品可以拿到，所以大家懂熟悉福冈的人、九州的可以过来听一下，然后可以抽奖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はい。今回高尾この、デパートでやってますけども、高尾へはゆうちゃん結構いらっしゃったりしますか？はい、最高雄、我们要请教一下，就是ゆうちゃん、像我们在这边，他现在人在高雄，那请问你来高雄来了几次呢？是不是常来呢？我非常的常来，因为看到其实我的美女高雄朋友们现在已经在现场。他在高雄是 dancer，我很喜欢高雄。非常爱高雄，谢谢。我有很多粉丝都来这边来支持他，谢谢你们。さあ、では今回のこの番組についてちょっとゆうちゃんに聞いてみたいと思います。我们来问几个问题，问ゆうちゃん看看哦。明日から放送が始まりますが、ゆうちゃんには九州に10月に来てロケをしてもらいました。在那个我们的节目就是即将要播放，那玉奖的话，他十月份，其实这个节目是在十月份的时候，玉奖特地到九州这边来，来出演哈，来录影这个节目哈。ロケはどうだったですか？那你觉得这个录影的话，你觉得怎样的感想呢？有没有什么很感动的地方呢？我觉得最感动的就是当我到福冈的时候，所有日本人一听到我是从台湾来的，每个人都非常的感动，一直跟我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原因是因为在他们刚好是因为之前大地震，然后台湾的人也捐钱，对，大家捐钱，所以所有的日本人一听到我是台湾来的，我都很感动。然后我看到他们这样子一直跟我谢谢，我自己也能感受到他们的就是感谢。对，就是日本对我们来讲就是隔壁的邻居哈，那大家互相的辅助哈，互相的帮忙。那在上个节目的时候，我们也是有遇上啊这个志工哈，到九州大分这边哈来协助他们的赈灾的一些活动这样子，其实是值得很感动，他们也都很谢谢我们，我们也很互相的感动。嗨，特にこう気に入ったところとかがありましたか？你觉得哪边会比较对你印象深刻呢？我说在九州大分的时候，我那时候去了一个像是野生的动物园，然后我们坐了车子，自己就是巴士，然后可以到野生动物园跟动物近距离的接触，然后同时也可以亲自喂他们吃东西，这是让我印象最深刻。再来就是照片上看到的，明天一定要首播明视，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呢里面就可以看到我抱小狮子，超可爱的。对呀，看这张照片真的很可爱。那可见这个九州哈，它有这个野生动物园哦，真的是让人家去接触到动物哈，去喂养动物嘛哈，好，真的是值得去的一个地方哦。台湾もとても美味しい食べ物がたくさんありますけど、ゆうちゃん九州で美味しいもの何か食べましたか？我们在台湾哈，这个小吃是最有名的，对不对？当然是好吃啊。那来说九州呢？九州哪边啊？什么东西？我觉得拉面，然后火锅都很好吃，拉面非常推荐拉面跟火锅。是，
那香港在日本的拉面是非常的有名，大家都是好评的哈，都是一定好吃的。那火锅也一定不错，尤其现在是秋冬的季节的，更是值得啊去那边赏枫哈啊吃火锅。ではですね、ここからはゆうちゃんと一緒に皆さんとクイズ大会をしたいと思います。たくさんのプレゼントがありますので、みんな頑張って参加してください。现在开始我们要来做一个活动哈，就是说抢答活动。当然我们准备了非常的丰富的一个礼物哦，啊，来送给大家啊，大家就是为了公平，请大家往前面站好吗？这边的话我们可能看不到你，举手看不到，请往这边站。优奖可以看到你，他可以选你啊，这样子。啊，那优奖能看到你，请大家往这边过来哦。想要礼物的大家不要在后面聊天，可以过来往前一点，然后听一下我们的问题，总共只有八个。